大家好，现在呢就是2018年的5月5日。今天就是星期六的早上，现在就是已经是8:08的了，得晏了出门口，但是呢度今天不塞车呢，就应该是可以每尾真的没什么车今天。好，今天可以熱了，昨天可以熱了，今天就不用穿多件衣服了，现在就是只有一件单衫得了，即是进入夏季了，已经是因为已经五月份了嘛。我继续支持我这个谈天说地节目，所以要全速了，因为硬了。真的不知不觉又到了5号了，几快脆一个月。再做3天来讲，就是刚刚做这份工作就1年时间，去年2017年的5月8号我就是入职的。在美国来讲，我做这份工作最长的，将近1年时间。听日6号、7号吧，哦，即系礼拜二咯，做了下个星期礼拜二就已经是1年时间。哎哟，部车咁慢嘅。
和我心上的人，我啊九个字啊已经啊，只有十五分钟啫，好似。忧伤的歌，现在做这个谈天说地的这个节目一组啊，每天都上班，星期六星期日呢就是最旺的，在横区喝茶。如果你去那里呢，就即是没位的，如果你是超过了十点钟之后去喝茶的话呢，就肯定要排队等位。今天真的挺通暢，哎，這條路接著有十五分鐘，即是到九點鐘了。哇，今天如果真的穿多件衣服真的熱了，現在真的穿短袖衣服。熱透都好曬下嘅，誒曬到好似白人咁樣啊！呢、這個
好，仲有高速公路，咁啊要全速前进啦。今日上冇塞车，话都有几多车下噶喎。今日你唔好话，礼拜六都。哎呀，跑出去嗰个快车道先。今天星期六都有那么多车的，真是奇怪，真的。差不多这条高速公路通畅到什么样装啊，唔系黑色嘅装啊，系好似啲深绿色咁啊，即系都有啲越南嗰啲军佬啲颜色咁啊，啲军装颜色咁啊，深绿。即系夏天啊，换装啩。
嚟到差唔多呢個環呢個路段咧，今日多車啲喎，因為我哋華人都係熱鬧啲嘅話，係好多人咧今日咧就啲華人咧喺四面八方嚟到，即係嚟呢個華人嘅嗰度飲茶啦。有啲人咧就住喺嗰啲高山啊，或者啲稍微好嘅小區嗰邊啫。星期六、星期日咧，佢哋都會出嚟呢邊飲茶嘅。即係都係廣州市啊，好多人啊住喺郊區啊咁樣。禮拜就出去市中心嗰度飲下茶咁樣。啊！嗰部細車仔咧，咁快脆嘅，嚇仲細過我部車。嗰啲大眾啊，哇！啲細車其實都唔係話慢嘅速度，反而佢輕得嚟咧，佢可能仲快咗添。即係好似我呢部車咁樣，以為佢有啲速度冇咁快啊，就咁快嚟會飄嘅，但係相反又唔會啊咁樣。啊，又好靈活啊！啲細車仔。好，进入横区啦呢度。啊，8:58。啊，今日咧就教到啲时间好慢。實證咧，如果唔係話好通暢嘅話咧，就肯定遲咗嘅。但係咧就係今日唔塞車啊，我又開得比較快，又唔使話接個同事啊咁樣。喂，個同事都冇做兩個禮拜咯，咁啊兩個禮拜12日，咁啊如果係我接佢咧就有8元咯，咁啊足夠我啲有錢啦。個8元，咁啊而家唔係啦。咁所以话呢部车啱好咧，就系啊，啲悭油，即系为咗3蚊雞来回咯。如果呢部车仔有一日3蚊雞，就比我之前嗰部面包车啊，平均嚟讲要用10蚊就，呢个有钱啊，接受啦，可以。
又到咗呢个横区噶啦。咁啊，呢个谈天说地啊，呢度嘅节目咧又打上个句号啦。啊，所以系记录生活嘅。所以虽然话我今日咧就系冇咩发表咩嘢啊讲解，但系呢样就系、是。但是每一天呢现在就等于流水线这样、啊、就是这样。一个记录生活的记录就这么简单。好啦，咁啊，拍到呢度先，咁啊，拜拜。